放你！你干嘛？我没干嘛，你吼什么呀？今天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啊！平时都是我第一个来的。你今天来这么早，天天迟到的人，你耿静去干什么坏事了？干什么坏事说？我就是想趁一凡哥来公司之前，给他送一个爱心早餐，然后呢，我再若无其事的来上班，这样他一定会以为是田螺姑娘吧？田螺姑娘，田螺，你倒是挺像的。你说你都。 二十多岁都奔三的人了，你还这么幼稚，你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无法战胜的生物啊你！你管我？我当然管你啊！吃早餐了吗？没有。那你要不要谢谢田螺欧巴呢？喂，什么态度啊？一个谢字都没有。今天的提案就看你的了。以我对他的了解。 我觉得这次提案可以通过。可是，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是有点冒险。所以你还是不放心我。过去的任一凡又回来了，和那时候跑到我办公室拍板的任一凡一模一样。所以这个案子，我们志在必得，走吧。 天王之王的这款产品的销售策略及销售渠道该如何设定呢？我希望可以在北京的首都机场、上海的虹桥机场，或者是向广州的白云机场跟机场内部达成战略合作，辟出一块 OSIM 天王之王的休息区。我觉得机场也在想方设法如何为乘客进行增值的售后服务。奥盛应该抓住这个机会，所以我觉得可以跟机场以特别低廉的价格达成协议。 鼓掌！偷偷避掉我们的方案啊，然后突然一下子使出杀手锏，杀人不见血这招，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，凡凡。你自己勤奋有余，智慧不足，你居然还怪我。那是因为我把所有工作的琐事都做得井井有条，所以一凡哥才可以把他所有的智慧用在最需要他的地方。一凡哥，说好的奖励呢？这阵子大家都累坏了，放过我好不好？好，一凡哥辛苦啦。 谢谢。哎，大家都在啊！我一定要问你个问题，凡凡，你说你每一次都突然使出杀手锏，难道你真的就从来都没有紧张过吗？紧张和自信好像是不矛盾的。那加班跟庆功更是不矛盾的两件事了啊！就是。一凡哥，这顿大餐你是逃不掉了，就是逃不掉了。好，那这样好不好？ 等这个案子结束了，我请大家吃大餐。好什么好，什么好呀？什么叫大餐？多大叫大餐呢？就是。这张是我的工资卡，请大家吃一个礼拜也没问题。但是，必须把这场仗打得漂漂亮亮的。所以这张卡。 现在呢，由方宁保管。多大算大，你们在座的所有的说了算，想吃什么你们自己来挑，好不好？凑合吧，再次鼓掌。哎，凡凡，咱们俩都这么多年的交情了，我始终觉得这张卡还是给我保管比较好一点，你们觉得呢？是不是？ 说句公道话，交给小丫头片子靠谱吗？对不对？快点，叶总，要不你也说两句。明天呢，我们的购百乐超市第十家分店即将盛大开业，这段被商家们热捧的黄金地段，最后花落创世纪集团。周焕，怎么了？怎么都无说话呀？这块地不明明应该是我们众星的吗？怎么会跑到创世纪手里的？你们谁跟我解释一下？ 谁呀？说话呀！
人家现在创世纪是又开幼儿园又开超市，已经提前向中低端市场发展了，而我们众星呢还在原地踏步。再这么下去，我们众星早晚有一天会被创世纪给收购了。季董，干嘛？请帖，创世纪送来的。你们看看啊，人家送请帖都这么会挑时候，一群废物。叶商城送这张请帖实在是太不怀好意了，我们没有必要跟他计较，不如我把他处理掉。不，我要去。我们没有必要给他这个面子吧。我要看看这个老家伙到底跟我玩什么花样。他在这个世界上彻底的消失，我的命算不了什么。他是个负心汉，抛妻弃子，为了这么一个男人，你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吗？是吧？值，能为我妈妈做什么都值。替我杀了叶双城，帮我搞垮创世纪。继续扛，继续扛。你帮帮我！你闹够了没有？我要杀了叶双城，我要搞垮创世纪，我要替我妈妈报仇。
一凡哥，这是你要的资料。哇，这么快！我怕你等急了。你还有事啊？啊，一凡哥，你周末有空吗？怎么了？哎，我听说最近在上一个话剧，叫《面包树上的女人》，他们都说特别好看，你陪我去看好不好？ 我周一到周五加上双休日都得加班，那下周呢？我觉得这整一个月都得泡在奥盛的案子里了。大家都工作2个多月了，天天加班特别的累。你呀，作为我们的头，更应该好好的放松一下嘛。这样才能继续领导大家嘛。我会好好休息的。那，哎，默默他好像做专案比较快一点，没那么忙。 要不让他陪你去吧，一凡哥，我每次跟你说什么，你都要提默默，我特别的烦他。哎，哎，我先接个电话，帮我咖啡换了。哦，哎，喂，啊，哎，对了对了对，我正好在线上呢，你发给我，快快快。啊，我再发给你一次。哦，对了对，我再把少的那份也发给你，好的。 在干嘛？在加班呢。啊，什么时候回家呀？什么时候做完就走，做不完就不走了。辛苦了。你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我没什么事儿。其实。对不起，每次只要一做奥盛的案子，我就会胡思乱想。对不起，不用说对不起，我不喜欢听你说对不起。好，别让自己压力太大，别太辛苦。 你刚才电话里说有事找我，我
没事，我就是知道你在这加班，看有没有需要我可以帮到忙的。没什么，效率不高，就早点回家休息吧。 我也不是想过来说这些，我是想说，你还是忘不了陈琦。奥生的案子我会好好做的，你放心吧，我先回去了。 谁干的？这块地方不是说好了看我预留的吗？我来了，都看到了。陈琦他来过了。哎呀，你回答我，陈琦是不是来过？兄弟，这是他的选择，现在你要重新开始了，一凡。什么叫做重新开始啊？不是，我让他过来，我在这里等他，我就是怕错过他回来。 让他下个车，让他出酒店跟我说句话，有那么困难吗？我没有给到他想要的生活，我只不过想跟他说一声对不起，连这个机会都给。 来不及了！我觉得，因为那天我们俩都喝多了，所以……我以为你是真的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叶离。 明天上班以前，请通知技术部门，那天超市开幕式的时候，所有的视频全部销毁，不许任何人看见，包括给媒体的所有视频资料，必须我审核之后才能发出去。
哎，怎么了？行行行行行，坐坐下去，坐着，别动啊。那么笨呢，一天到晚。一个女孩笨成这样也真不容易。疼不疼啊？默默。啊，我问你啊，你最近有没有听过什么八卦？我没听过什么八卦，我只知道一个天天帮别人倒咖啡的女人，结果烫到自己的手了。我总觉得叶总和一帆哥之间一定有什么，你真的没有听过什么八卦吗？你不会觉得凡凡是靠潜规则上位的吧？我天天在他们中间传话，我知道他们中间一定有什么。我怎么听你这话觉得你在嫉妒啊？啊，你是不是现在特别烦自己没有一个男上司啊？哪有，我告诉你，什么事都有个先来后到，再怎么说都是我先认识一帆哥的。默默，女人的直觉很准的，你感觉到什么吗？我又不是女人，我怎么知道啊？你不是女人胜似女人吧？我只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你现在必须得再冰敷5分钟，不然明天你就会变成猪脚。别动，怎么那么笨呢你？哎，这家餐厅聂总怎么还没来？走吧。哦，他说他不来了，他要见一个客户，他让我们玩得开心一点。这个叶总真有意思啊，大家都来就他不来，什么意思？当老板了不起啊？初来乍到就这么不会收买人心，我看他能够在这个位置当多久我都替他担心。他才不用收买人心呢，你们见过哪个穿 Prada 的女魔头收买人心了？他只需要用他的冷艳和铁钱就能让我们束手就擒。默默，你被擒住了吗？能擒住我的只有凡凡好吗？不是说好不公开的吗？好了，不贫了，你们先进去点菜啊，我上个洗手间马上过来，走吧。我可以吃一帆哥请的大螃蟹喽。小馋嘴。喂，你在哪儿？你猜。我不猜，你又比我知。对了，今天这件事感谢你给我们机会，所以最大的功劳应该归功于你。那庆功宴你怎么能不来呢？我要去了，可不就是我买单，那你不就要占便宜了吗？我任一凡是这种人吗？你赶紧过来。哇，这也太丰盛了吧。烤鱼，烤鱼嘞。哎，不不不，这任总监不在。来，这大功臣，咱们好意思动筷子吗？啊？哎呦，不管他啦，买完单，他对于这顿饭的使命就圆满完成了。就是啊，快饿死了。现在是我们完成自己使命的时候。对对对对对，吃回本。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，快去快去，螃蟹归我。来来来，我们先吃嘛，吃吃。你最爱吃的大螃蟹。这个真好吃啊。来吧来吧来吧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好，为了方便你吃，我只得帮你好好整理整理，方便你吃了。哎，一帆哥怎么还没有回来？是不是他不回来这螃蟹就归我了？吃吃吃，你就知道吃，全给你吃。啊，继续，咱们继续啊，咱们继续。来来来，好好好，我去趟洗手间，看看你的一帆哥是不是掉马桶里了。哎，默默。哎，您问他买单了没有啊？别着急，好的。哎，我不管了，你赶紧过来。如果你能找到我，那我就来。好啊，那你告诉我，喂，喂。
拖车很快就会来的，啊，快吃吧。你每天吃泡面，你不会觉得太油、太腻、太不健康了吗？没有办法，但是我跟你说，泡面还有很多种豪华的吃法。泡面也有豪华吃法？啊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看你这种人，肯定只吃过意大利面、西餐什么的，只能换换酱、加加香肠。泡面加的东西可就多了，加点鲍鱼精、葱花、麻油、墨鱼丸、贡丸，全部都加在一起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说有什么用啊？有本事你现在给我弄一碗尝尝。可以啊。你有没有野餐包？我又不是送外卖的，我怎么会有野餐包？好了，没得吃了，说明你没有口福。下次你把材料全部都带齐，我给你啊，做一份人事特调凉面。用泡面做凉面啊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用泡面的面，用凉面的做法去做。泡面拿过来不是要泡吗？泡完了之后，你把热水全部倒掉之后，再用凉水浇个三五分钟，浇完了之后马上捞出来，加上花生酱，加上麻油，啊，再加点醋。这个时候必须得加醋。坏了，怎么了？被这么一馋，我觉得我这阳春版的面根本连看都没法看。还有还有，你干嘛？哎，不一样啊，感觉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啊！蹲着吃跟站着吃的感觉就是不一样。你试试。哎呀，我不方便。怎么了？裙子。对啊，裙子太短了。你这样蹲吗？哎呦，我真的不方便。崴着脚。哎，对，崴着脚。怎么样？感受一下，打开。想象力你有吗？发挥一下，求我，啊！先把眼睛给闭起来，闭起来啊，啊！三、二、一，先闻。咖喱牛肉的味道闻到没有？再往里头加东西，加你最喜欢的鲍鱼。嗯，哦，对对对，我最爱的牛肉丸也得加。那再加一鸡蛋吧。鸡蛋得加，单面煎的啊，上面要撒点葱花，加点金针菇，金针菇得加，蔬菜也得加，我爱吃菠菜，菠菜大力水手我最爱，加，西红柿炒鸡蛋千万不能辣。对不起，我越界了。你别误会啊，在陈青还没有从你心里离开以前，我们还是一起。我也喜欢你。啊，我说的是真的，我知道自己现在在说什么，我也知道自己现在想什么，我真的喜欢你。你没有回答就已经是回答，总好过你说无法。这泡面好好吃啊。好吃吧？加点想象力就对了。我吃到咖喱牛肉的味道。咖喱牛肉风味原汁原味。你以为呢？我的还有牛肉丸的味道，你尝尝。知道。给你温暖同时又必须小心的隐藏，我并不是爱的勉强，只是害怕将你狠狠灼伤。我对你的爱就像无限透明的火光，默默守护同时又不能多一点奢望。我还剩下多少坚强才能压抑快崩溃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一起吃早餐。我已经吃过了。那你不能陪我吃啊？好吧，
以前我隔壁寝室有个哥们儿，特别棒，喜欢一个姑娘，那姑娘从来都不太理他。结果他想到一招特别棒的啊，一日三餐都为那姑娘送吃的，那本人不算，还把他们寝室的其他三个姑娘都伺候得好好的，零食从来都没断过，整整送了一个学期呀、啊。然后呢？消失了一个礼拜。啊！但是一个礼拜之后，他神奇般的出现了，而且还在那个女生的寝室楼下拿了一大束玫瑰向她表白，结果毋庸置疑了。你说的那个人不会是你吧？那你愿不愿意每天早上陪我吃早餐呢？那你愿不愿意每天给我送呢？那你愿不愿意每天都在这里等我？吃完你先上去吧。为什么一起上去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公司那几个八卦的要死，还是过段时间再跟他们说吧。那好吧，那我先上去了。啊，你真乖。我还剩下多少坚强？我跟你们讲，糖尿病人尿糖，累的人呢就尿咖啡。我今天早上起来又尿咖啡了。哎默默，你不要恶心人好不好？我是实事求是好不好？是你。早上好，叶总早。叶总早。我们都累成这样了，他还跟小龙女一样，神清气爽，面色红润，不食人间烟火。哎默默，你不是比女人还了解女人吗？50块钱。叶总今天裙子什么牌子？钱先拿出来。马茄子，给钱。我怎么知道你说的对不对啊？哪那么多废话呀你啊，自己上网去查去。今年英国的新晋品牌走秀款，错一个字的话我赔你100块钱。走啊。凡凡总监早上好。哇，心情这么好。刚抢了我50块钱，心情能不好吗？你看起来精神倒是挺好的啊，顶头发红，眼若秋水，是不是走桃花运了？哎呀，别瞎说。哎呀，命的又来了，清早就来催命。我先过去了啊。哇，最近业务那么忙。你不知道公司有规定吗？业务部的人只要谈成一笔生意，钱打到账面上来之后，第二个月就给他们有提成。前段时间东森的事出了之后，走了一堆大客户，所以他们都使劲的把钱往回毛。哎，那可是实打实的钱呢。难怪最近业务量有所上升。哎对了，等广告发布之后，照道理是每一个参与的人都应该拿到返点的。你才当了几天总监就这么不知民间疾苦了？你不知道公司规定吗？所有的返点必须要交回给公司。你什么时候见我拿过了？我去忙了，总监大人，再会。